回去吧。殿下，别跪着了，回去吧。顾内人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他是不会出来的，殿下又是何苦呢？走吧。殿下，陛下旨意，殿下不许擅离东宫。你回报本宫，取点水过来。殿下，陛下旨意，请不要让臣为难。殿下，陛下旨意，殿下不从，休怪臣的无礼。拔刀吧！刀出鞘还没有拦住我，就不算你们失职。住手！上官说说而已，你们还当真的吗？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这是内宫。殿下，妾无知，给殿下闯了大祸。哪儿学来的这套东西啊？好的不学。臣妾不配在这个位置上，请殿下背几句。来。不要说话。我们先回家。陛下不让我带你去懿德宫，可是我很想让你去看一看我母亲梳妆的地方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母亲是这个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她母仪天下的风度根本就不需要皇后的身份来支撑。深宫外有归雁来鸿，深宫内有暮鼓晨钟，数不清有多少个清晨和黄昏，我站在他的身后，看着他像天鹅一样环首，贴上和取下眉间那无人欣赏的花钿。他那么美丽，可是他等的人却一直没来。从那个时候，不，从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想好了，我未来的夫人，她梳妆时，我会注目；她痛苦时，不愿意等待时，我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。妾真是天下最幸运的女人。殿下放心，妾会一直陪在殿下身边。